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七夕节，然后刚好我的一个给小银狐买的快递到了，是一包麦洛斯，然后过来看一下，因为也是第一次吃这个，也不知道鼠子们爱不爱。听说是口性不是很好，但是为了健康，给他们试一下吧。开吃啦，麦洛斯！前面说到麦洛斯的适口性并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们立刻开箱试吃。首先是薯饼，看他好像还挺喜欢的，看着他塞进嘴里咔咔咔就吃完了。第二位呢，就是我们的牛奶仔，趁牛奶仔还在睡梦中，我们尝试用麦洛斯把他唤醒吧。嘿嘿，闻到了，还没睡醒，哎呦，一口就把它塞进去了，我的天哪！你就不做一下，好好做一下吃播吗？好了，没睡醒，开始洗一下澡。牛奶仔特别喜欢睡在浴沙上。哎呦，再给它一颗，又塞进去了。哎，看来吃播是没有希望了。最后再给你来一颗吧，牛奶仔，好好拿着。哎，好啦，拜拜。最后是贝贝，嘿，贝贝虽然是熊，但是也想让它尝一下。哎呦，不错哦。